经常会在网上和粉丝分享生活的许梦哲，14日就发文透露自己对武义高中申案，还有幼儿园喂药等社会事件的想法。他生气在文中质疑，案件相关人明明做了错事，但却能以35,000这样的金额来交保，让他忍不住无奈直呼：老百姓再一次感受到做人缺德没良心没关系，只要后台硬，什么都不用怕。许梦哲愤怒表示：鬼岛有鬼政府帮忙撑腰，35,000就可以交保，元宵还没到就会先帮你搓汤圆，一起洗脑老百姓乱喂药，没那么可恶。同时他还有发现，在去年有2起因为小孩不肯好好午休就被闷死的案子，让目前育有2个孩子的他有感而发，表示带小孩真的很累，消磨耐心，但如果真的不喜欢小孩请滚，希望类似的案件不要再发生啦。you